疑似下大雨视线不良，结果发生了连环追撞车祸。在国道一号北上铜楼路段，清晨有两辆货车跟六辆自小客车接连失控碰撞，造成四个人受伤送医。但是其中一台车子里头竟然掉出了枪械跟毒品，还有高额的现金。车子一台接着一台缓缓地往前行驶，中山高北上铜锣路段仅剩外侧车道可通行，一度造成此路段拥塞，全是因为在内侧和中线车道发生八车连环追撞事故，出动好几台吊车要将事故车辆拖走。十四号清晨四点多，疑似当时雨势太大，严重影响视线。因为雨势很大，然后前面有事故，那我是后来闪避不及的。先是一辆小货车打滑，自撞内侧护栏，横停在车道上；后方另一辆小货车闪避不及，猛力撞上。这时后方又有六辆自小客车也刹不住，再接连撞上去。好几台车子都撞到明明冒冒，可见当时撞击力道有多大。整起连环追撞事故造成四个人受伤送医，所幸经过医院治疗都没有生命危险。到达现场后立刻破坏车前挡风玻璃，顺利将驾驶脱困，四名伤患后送至大千医院。令人吃惊的是，在处理车祸的过程中，其中一辆进口车疑似还掉出枪械和毒品，事态敏感，国道员警立刻以侦查不公开为由阻挡拍摄，回答避重就轻，车祸居然有案外案，内情不单纯，警方应该尽快厘清真相，对外说明。记者梅丽报道。